司令就要去北边冒险了，那边是阿青王还不知道呢，凶多吉少啊！不行，咱不能让司令去冒这个险，借兵给司令冒这个险也不行。那您怎么的？你怎么能让这赵峰的萧条呢？你说呗，怎么的？你该不会？ 已经有办法了吧？我有啥办法？我跟你讲，要不是司令在，谁敢在我面前说我大张旗大狂水，我弄死他！我劝你啊，别冲动哦。我就不相信你大老猴能听进去这话。那我还能咋的？把他给绑了？小点声，那就绑了。然后呢？ 舒姐睡了吗？没有，进来吧。我来拿点白布条子啊。这啥呀？保命期啊，看样子司令又要攻城大河口镇了，咱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啊。那些够吗？这些也拿走吧。哎，这个不行，这是做被子用的。我都给你换新的啊。 陈斌从一个女同志帐篷里出来，你说他们咋这样呢？别瞎咧咧，睡觉去。哎哎，哪个女同志？就是那个白天跟你说话那个。白天跟我说话那是舒杰啊。 他是管后勤的，程斌那小子阴阳怪气的，我一看着他就后勤的骨冒凉气。你还看见什么了？因为我看见他手捧着白布，好像是包扎伤兵吧。这应该费神员干啊，他一个大队长干这事干啥？ 妈了个巴子的！还跟脑子来这套！干啥呢？造反啊！起义！你别胡吵吵，起什么义啊？再说了，我们像是造反的人吗？你们两个冤家都聚在一起了，这得多大的事儿啊！哎，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。 还跟我说什么绑云梯？哎，这些人在一起绑云梯啊？说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没开会，你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你是让司令自己带着白石号人穿山沟去新安岭的吗？啊？说清楚。不是你，你要不知道你就别知道了。再说，要不然你就装作啥也不知道不就行了吗？来，把枪拿着，毙了我。 毙了我就啥也不知道了。不是，你就好好说，你真把枪你干啥去了？说啊！赵疯子要把司令拐走了，我们得先下手为强，把赵疯子赶走。怎么赶？说明白。就说明白了，就是把他给绑了，就趁着天黑把他给绑了，绑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，然后赶明儿再告诉司令。之后呢，他自己走了，这就顺理成章了。那你说赵疯子他再糊涂，他也不至于。
不明白这事儿吧？程斌那小子今天晚上肯定要对咱下手。你说这事儿不会是老宋同志？扯啥？那是我兄弟，我兄弟能跟我整这两面三刀的事儿？那既然不是，你就跟他好好聊聊呗。聊啥？咋聊？一边是他手下的人，一边是我，我这不让他闹心吗？ 答应拢兵，那也有他的道理。你们这叫什么？叫破坏团结。老赵这个人呢，脾气我也知道，他是得罪了你们，但你们也不至于这样搞他呀。谁要搞他？我们只请他自力更生。不是，你说十几条枪，他合个什么兵呢？明摆着又在那挖墙脚呢。我告诉你，不把他给毙了，那都是给他面子了。你们这是违抗军令。 违抗军令，你拦我们可以，我们拦不住司令。司令就要被拐走了，他可是你的。啥呀？啥还用我说吗？你倒是说说看呀，司令的想法啥时候错过？赶紧的，让你们这伙人回去睡去。司令让赵峰怎么蒙蔽了？你让司令蒙蔽了。 这是要毁了我们抗联！少说废话，兄弟们，别在这站着了，把白布给我放地下，回去睡觉去。都看啥呀？等司令来是吧？反正呢，我今儿也不困。 我就坐这儿陪着你们啊！来，媳妇儿不在，没人管你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老赵也是我的战友同志，我信任他就跟信任你们一样。今天这事儿，如果司令知道你们起内讧，得多失望啊！我可以不说，这事儿到此为止。但是明天你们得给老赵备上大礼，知道吗？这些天呢，我也看清楚了，也想明白了。 咱不走，他手下的这些人啊，就不安心。里外里可是给他找麻烦。哎，我是自家炕头，待着不自在。去，跟兄弟们说，悄悄的，走。行，知道了，兄弟。 赵峰子的部队向北行进了，然而，宋延桥的部队却没有动静。你怎么看？抗联作战的两大习惯呢？联合、分兵，反正不管出于啥目的，他们是分兵。但是我们抓获的俘虏桥台，赵峰子和宋延桥一直不对劲。宋延桥的手下那几个头头一直不欢迎赵峰子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？赵峰子这次是要散伙单干呢？长官。
你确定吗？我当然确定，我在问你的看法。我的看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确定吗？少操，赵疯子在这里，你看出什么没有？没有。前面呢？一马平川呢？隔着卡子河。所以呢？隔岸观火，看他们内讧没有意思。我们要趁机请军入瓮。赵疯子的部队一向以行动迅速、行踪诡秘著称，一招一式打，没有危险的把握。所以要请呢，要有诚意，要送礼。啥礼？能让赵疯子上这一马平川，立马找死吗？你呀，那这礼，咱是自然送还是假送啊？你说呢？这么大的礼物，我怎么可能舍得呢？是，属下万死不辞。但你要记住一点，这件事情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只有你、我以及比我更高级的军官知道。你不能对你的手下透露半个字。是。哎，司令，侦察兵报告，前方实力果子里坡发现邵一辉的部队。这个王八犊子狗汉奸！他在这儿干啥呢？他们抓了十几个大姑娘，准备押到哈尔滨送给日本人。他妈的，他带多少人？大概一个连吧。集合队伍，干死这个瘪犊子。是。集合。将军，这一带离咱抗联的游击区有点近啊，咱就带这么点人，是不是有点虎啊？哼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。妈了个巴，老子这命还真招人稀罕呢。您说啥？哼小曲呢？您可真镇定，我这心里啊一路上都打哭的。所以我骑马你溜达，拿住铁锹，好好走啊。咱慢慢走，走出来的虎虎生威。没听到吗？虎虎生威！谁抓的你们啊？邵一辉就是那个最坏的狗汉奸。认识他呀？错不了，七里八乡最怕的就是他，村里好多人都见过他。没事了啊，你们现在安全了，我们送你们回家啊。一班长，到。带着你的人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家。是。放马，走，快走。司令，是。快往嘎子河方向跑了。老李，走。在嘎子河之前干掉他。上，走。看什么？走，快。将军，兄弟们很纳闷，咱这逃跑不像逃跑，奔袭不像奔袭的，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你能说说吗？哎，少废话，跟着我就完了。走这么慢，抗联要绕着前打咱个伏击，咱不得全瞎？这叫舍命陪君子，明不明白？活捉邵一辉！
是一个武器弹药丢了，不白杀了？不要了，追！驾！驾！赵司令！赵司令！啥事儿啊？严司令的原话，千万不要追过嘎斯河。打他！他看我活捉邵一辉，他还不乐意了。走，兄弟们！哎，严司令说了，这是邵一辉的诱敌之策。这马都快累死了，我也快累死了，你咋还不信我呢？哎呀，辛苦了妹子啊！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我啥没见过呀？即使他是诱敌啊，我也把他鱼钩上的鱼食给他吃了，把鱼钩给他吐回去。留六个兄弟，把这些东西啊送给严司令啊，算我还他礼了。走，兄弟们！哎，赵司令，你不能去！还有什么事？报告，陆军航空兵中队急电，赵匪部队正向嘎子河方向追击邵一辉。上方的中计了，只要他渡河，就是瓮中捉鳖。点令，上方中队6点之前赶到洛日屯接应邵一辉。井上中队等赵疯子进入洛屯之后迅速包围。坂田中队等邵疯子渡河之后围堵嘎子河东岸。报告，陆军航空侦察兵中队发来急电，发现抗联快速部队正向嘎子河方向急行军。好，太好了，一箭双雕。刚才的命令发出去了吗？给我撤回。啊，不不不不，重新发电。川鬼中队原地待命，等待新的命令之后再去救援邵一辉。增加柳山中队火速赶往洛日屯，等邵一辉赵疯子火拼之后从后方包围。井上中队后退5公里，形成大的包围圈。坂田中队等抗联援军过河之后进行围堵。你从那叫啥？洛日屯。就这儿了。长官，咱这一路上撵下来就剩这么点人了，皇军再不来救援的话，咱们全都要死在这儿的架势了。你他妈要再动皇军心，老子现在就毙了你！同志们，到！找朋友们的动向，在存放屋里停住了。将军，他们是在等夜袭，要一口咬死我们。皇军斥候还没来吗？哪有皇军斥候啊？你压根就没请过支援啊！将军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咱？您舍命陪君子，到底啥意思啊？报告，将军，安谷将军的传令兵来了。邵将军，安谷将军有命令，单独给你的。说说。我不知道原因，但我传达的命令如下：你的处境及赵疯子的匪军的情况，我已知晓。先命你主动进攻，突袭敌人，直到8点，务必将赵疯子所部牢牢盯住在洛日屯。战局发生了变化。狗屁的命令！兄弟们，咱们都这个样子了，日本人还叫咱们去突袭，那是疯了！弟兄们，咱不干了！动！我告诉咱们都他妈是饵，懂了吗？兄弟们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老子他妈就不废话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只有一个命令，活着把狗日的赵疯子给我咬死在这儿，咬到8点，能咬到咱就能活，咬不到老子陪你们一起死。
呢？司令，这人太倔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听不进去劝，还留了一堆东西在这儿，说是给你的。所有人听我的命令，检查装备，带足了弹药，准备渡河。是是。大哥，我呢是想撵他走，你要是怪罪老子，我也没话说。你是我大哥，你想救他也行。我最慈实的兄弟都带过来了，但有一点我得弄明白，赵疯子去送死，平山咱们也要跟着去呀。司令，等你们的时候，侦察机一直在飞，鬼子盯着咱，这过去了，万一退路全被堵了，咱都得撂在这儿。鬼子就是要围殿打援，明知道有鬼还要得送啊。赵疯子是打鬼子的好汉，也是我兄弟。老孙子，到，把笔和纸给我。是。老孙子，到，我开车。你们两个人负责把这个纸条交到程斌手上，快。是。司令，邵宇辉发动夜袭了，他还敢夜袭咱们？扑上去，咬死他！走。废话我也不说了，都是死了几十回的老爷们儿，我现在就布置突围的计划。机关，到，把旗子给我。受伤的兄弟，待会儿跟我一起往东边突围，
剩下的人两个人一组往不同方向突围，活着出去一个是一个，想打鬼子的去找严司令。司令，我们跟着你。司令，我们跟着你。小丁呢？突围出去，我也去找严司令啊！咱们在那儿见。哭啥？过来！你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儿啊！这都多少次了？老子就不信，老子这回能死啊！都准备去吧，走啊！我舍不得你，司令。别跟我扯犊子了！哎呀，走啊！听见没有？走，跟我走。司令，走，司令，我们不走，我们不走，司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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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我们走了，司令，走，不走，不走，司令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走走走，你给我滚犊子！文林，司令，韩武军，您说这梨啊也没送出去啊，你咋回事又变卦了？我们这可是在阎王殿走了一圈啊。少仓，嗯，辛苦了。敌人阎军已经出击，我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进行渡河。你拖着赵疯子，让阎公公的部队进入包围圈，这个功劳是你的。啊，我这我有点糊涂啊，不明白啊。这个是赵峰的，原计划是由你把他引到落日屯进行包围绞杀，现在赵峰的前面后面
都有我们的部队围着，外面有严红光的部队，而严红光的部队的外面有我们皇军的部队围着，里外四层。哦，那我这里值啊，我死着我都可以。没，不至于要去死。好，少子，下去休息吧。啊，不，不用休息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我要亲眼看着这严红光和赵疯子啊被活捉。报告安谷长官，我部已完成围困，是否夜袭？不，等天亮。嘿，报告，发现抗联约100人队伍已经渡河，正向此处移动。大概多久到这里？一个小时。传令，两侧进行布防，准备阻击严红光。嘿，报告，又发现200余抗联大部队正在向嘎子河方向推进。距离呢？很远。很远。很远是多远啊？很远。把嘎子河给我堵死了，我要让严红光的部队有来无回。对面的部队想过来的，给我消灭在河面上。强攻是不小了，绕行西北，占领的久远。你说啥玩意儿？啥意思？你不救赵疯子可以，但我们家老侯还在对面呢。你再说一遍。嘿嘿，跟着司令过河了。你要是敢临阵退缩，老子跟你没完。就是，我俩司令警卫员，你要是敢反水，你也活不了。快下令渡河接应。你们毙了我吧！你啥意思啊你？你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？司令的纸条，自己看。保存实力，绕行西北接应。保存实力，西北绕行。司令这是做了最坏的打算，为了保全我们大部队的实力，你们到底懂不懂司令的良苦用心？我也不想。敌军司令捕まえた！みんな、行け！是不是投降了？撤退！撤啥退啊？这都到门口了，撤啥退啊？刚才鬼子们喊的，是已经抓住敌人司令了。你不在这儿呢吧？是老赵。
我跪下！我跪你姥姥！我来人，到，有空整。李武兵，给他治疗。张立明，到。严红光呢？严红光，你停止战斗，带残部向西北方向移动，别撤出树林。抗联援军呢？已集结，但没有强行渡河进攻，已经钻入树林走了。下令，所有部队停止休整，立刻追击，抓到或者击杀严红光者，奖励10万满洲币。撤下来100多号人，一路被人撵着屁股打，现在已经损失了20多个，全是被乱枪打中的。继续跑，鬼子究竟埋伏了多少人？撵在屁股后边甩都甩不掉。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但是跑山路绝对不是我们对手。往高处跑，居高临下，等他们集中起来，我们再撤退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跑吧，各自吸引火力。你先撤。不行，我们已经损失太多人了。告诉大伙儿，谁也不许开枪，不要暴露位置。是是，不许开枪，走。走，撤！我们这里没有发现宋元桥部队踪迹。我们这边也没有。你们这个方向，我们这个方向，继续向山上追击。是，快看。大家全都埋伏起来，等待我的命令，一鼓作气打退他们。行动。是是。